想你的天空渐渐的，想你的阳光软软的，想你的云朵是粉色的，咬一口甜甜的，爱上你就像蜜糖遇上阳光融化蜜满，再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，爱上你从今天起都只想要你陪伴，甜蜜的小心机都被你看穿，怎么办？所以他才是和我们青丘最般配的人。陆姑娘，你也不必太过沮丧了，我前些日子都与你说了，待我与林公子大婚之后，我便亲自操办将你纳入府中的事宜，到时候你我二人。林夫人，您是高贵的安定王王妃，难道在您的心中林青丘只有官运是否亨通才重要，而他是否欢喜您熟视无睹吗？你晚辈言尽于此，先告辞了。成何体统，什么家教。洛儿，伯母，你也别太生气了，陆姑娘的性情嘛，是有一丝顽劣，不过您放心，以后我定会好好管教她的。你能这么想那是最好。若曦啊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青丘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不过了，她呀从小听话懂事，鬼迷心窍只是一时之事，昨日我训斥他过后，现在在家反省了。母亲。秋儿。这是为何？不知您跟陆儿说了些什么，但孩儿从始至终只有一句话，此生非陆南一不娶。秋儿，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秋儿，我心有所属，你我实非良配，还请文小姐早日跟文宰相商讨退婚事宜。荒唐！听说啊，我表哥当着姑母和那文若曦的面直接说我此生非陆南一不娶，你是没看见文若曦那脸当场就绿了。哎，我怎么没在场，我应该亲眼看看的。他的脸绿不绿我是不知道，我的脸可是臊红。这不是重点好吗，洛儿，你得相信我表哥，他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人。我选的人我自然信。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你们俩早点睡啊。晚安。洛儿，你生气了吗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我一文钱不花，吃到了你们王公贵族圈最好吃的点心，有什么好气的？
你放心，文府的婚约我一定会退掉。我要娶的人，只能是你。你不用这么为难，文小姐倒是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她说，等她过门之后，要亲自操持我入府的。嗯，别说话，屋顶有人。 凶手为切画而来，定与钱掌柜的案子脱不了干系。凶手本可全身而退，为何铤而走险来偷画？这只能说明一点：凶手的身份和画有关。 封锁整条街道，还加挨户搜查。是，快！站住！站住！相知相见，知何日？ 此时此夜，难为情。姐姐，今日天色已晚了，咱们还是早些回屋歇息吧。我有些睡不着，今日实在是有些丢人。姐姐不用担心，当时雅间一共不超过5个人，不会有人说出去的。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好高兴。你无礼！我哪里来的登徒浪子？天子脚下居然敢耍流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 难道是这画有古怪？不知为何，这画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之感。
别乱摸乱闻，小心有异常。别一惊一乍的，一幅画嘛，没事儿。没发烧啊？鹿儿，你发什么疯？啊！方才明明是你先……什么明明？明明是你耍流氓！姐姐，你刚刚怎么了？该去用早膳了。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何，一见到小白就心跳加速，胸闷，透不过气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定是小白受伤了，姐姐心疼了。姐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是吗？嗯。可是。我为什么脸这么烫呢？真是可恶，昨天晚上竟然让那个黑衣人给跑了，害得大家白白忙活一晚上。我以为你还炖的，多少能有些什么收获？你傻乌鸦不知道自己黑，说的自己好像有收获一样。我们发现，那血妖涂上
有毒。钱掌柜之所以精神异常，都是中了此毒。画上有毒？大人，您最爱吃的青团。那画上凸起的蓝色颜料能让人精神异常，我劝陆大人还是不要去看了，小心中招。你们俩是怎么知道的呀？陆大人这是在套话呀，想认输现在还来得及。谁说要认输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那画上既然有毒，那就证明钱掌柜得来这幅画绝非偶然。不止如此，估计钱府闹鬼一事应该也是有人精心安排。先是钱府家宅不宁，鬼魅之说盛行，再是钱掌柜神志失常，再到昨天晚上黑衣人夜袭京兆府，踪影全无。看来这案子水很深啊。陆大人打算怎么查？干嘛？你也想套话？我说林大人，你我可是有赌约在先的，说好了查案互不干涉，你可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大人，您上哪儿啊？我查案。查案？查案你也不能不吃东西啊。大人，大人，多吃点。我是京兆府陆凡，别打了！胆敢冒充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，给我狠狠的打！都快住手！哪有你们这么打人的，太过分了。陆大人，你还好吧？区区小伤，何足挂齿啊。好疼啊。这是小姐的玉佩吧？不过也碎了。定是小姐的心爱之物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玉佩因我而碎，如果小姐不介意的话，待我修复好再送回府上。陆大人，找我有事啊。哎，陆姑娘，对，我是想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和林青秋是如何发现画上有毒，且能使人产生幻觉的呀？这个嘛，昨晚其实是我自己不小心中招了。啊，你中毒了？倒也没什么大碍。昨晚大人去追查黑衣人，我和青秋就想，那黑衣人能冒如此大的风险来偷画，必定是画上有什么问题。于是我就和青秋研究那幅画，我只是用手摸了摸画上的蓝色颜料，又凑近闻了闻，就变得有些不对劲儿。这么说，只要皮肤接触到那个蓝色颜料就会中毒？嗯。那中毒反应呢？我当时。陆大人，说好的公平竞争呢？怎么背着我从我的人这里偷偷窃取消息啊？这算不算作弊？这怎么能算作弊呢？我作为这个案子的主审官，自然是任何线索都要盘问的呀。那还烦请陆大人要好好遵守承诺才是。那是自然。
你想怎么查？凶手如此大费周章的过来拿画，应该是此画大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可以从此画的来路查起。画房。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影。